出刀急啊！因为我炸到了，对吧？刚才我看那个新闻，哇，有点北方的哦，有一个那个不知道哪个死弟还在便利商店，就是那个门口嘛。 不是现在到哪里都要这实名登记吗？他故意在那边玩人家电动门，跳进去就跳出来的，那他妈西北把他搞小巴了哎！然后还说什么酒店那些还是照开营业，看真是白目。 这边是我现在唯一在唐人街摸最熟的，这一半块啊！哎呦，干老师哎，他妈亏了哎！啊，挣脱，快走！ 哦，他想挂第二次，结果被挣脱的人跑了。哇，你猎的好彻底。对啊，而且这个设计很不好，你看，很多地方就是，你按门的还是可以看后面，但唐人街不是哎，唐人街你要看后面被自己头挡住哎，会看到自己很空心的头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就像这样子。哇，干，傻小。 我操！哎、欸，不是吧？这局这样子还能输哦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摊门干嘛？你就不能有人来我这个门吗？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！赶紧跑！赶紧跑！ 救了呀喂！让你救他小。啊！哦，都到了呀！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他冲过去救哎！我还在那边看佣兵在哪里，干干干，最后不是他在后面那还好。